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哥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今天又去混个大餐啊！车后箱那里鞭炮已经买好好多卷鞭炮了，就是一个老表，车里面一个老表今天喜提新车啊。然后我们这里的风俗都是这样的，如果新房进伙啊，或者提那个车子啊，然后都知道的都去热闹一下啊，搞一卷那个鞭炮去热闹一下，去混一场大餐啊。说的好听就是去热闹一下，说的难听点就是去混吃啊。一卷鞭炮马上就得一个大餐了，哎呀，什么鸡鸭鱼肉啊都有啊。现在出发过去，在这里祝我老表就是顺顺利利啊，出入平安。我们去看一下他今天是买了什么车啊，大概是什么价位啊，去那个瞧一瞧，等我以后有钱了，等我发财了，然后我也去买一个。你不要带跑重吧。哎呀，他跑到他们三马的房子。老表红红红红，慢慢的，不用怕，大哥，大哥好怕。现在去看一下，就是已经在吃了。现在去看一下有什么好菜啊 ？Let's go。新车就是漂亮，吉利。啊，这个名字都好，吉利图吉利啊，顺顺利利。狗肉鸡骨头汤，还有花甲，又得一餐哦。哇，这个车的线条真的是不错，线条很好看，很流畅。这个车，新车是帝豪啊，吉利帝豪。这个车呢，我以为要十来万的，但是不要。这个车好像是七万多，然后搞完是八万多。它这个不是高配的啊，它这不是高配的，搞完就八万多。我以为要十来万的，原来一个新车它也不贵哦。然后这个是没有那种电动座椅的。然后这因为它不是豪华版的，不是高配的，一个新车七万多也那个，看起来蛮漂亮的。这种新车就是好，
等我以后有钱了，我买。不，我有钱了，最想买的是，如果是去旅游的话，是想买个房车啊，有钱车。啊，我那个车呢，就现在真的是，我那个车现在是11年了，我买的时候是8年多，因为我一直喜欢我原来那一款嘛。但是呢，说实在的，开的久了，因为就是如果要经常出去跑的话，就怕那个就是车的性能不是很好。所以呢，也一直很注重保养。当然了，如果是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再买一个这种新车还是不错的。这个车也蛮，这样子看起来蛮高大上的。对，好多人来啊，今天，就几桌人呐、啊，好热闹。我们这里就是，那刚刚我在说这个车的时候，马上又接着，那么晚了还接着有人拿鞭炮来，这风俗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这里风俗是这样子，就是喜欢热闹，喜欢那个，喜欢就是，对，按照我个人的说法就混餐。我比较毛吃一点啊，那风俗是这样子啊，没有，整个我们。就是路在这一带，基本上柳州这一带基本上都是这样，广西都是这样子，买车进新房都是这样子烧鞭炮啊。这个车子呢，你看一下，然后等以后条件好了啊，等以后条件好了，我就买一个这个，也买一个新车吧，啊，才7万多块钱，搞完8万多块钱，真的是很值啊，现在。小的时候不敢想，那个时候我在20年前的时候看到人家开小车的时候，我就想着就是以前不是有那种老捷达嘛，我就想着哎这一辈子能开一个老捷达桑塔纳就不错了，然后根本没有敢想那种小车啊。但是现在呢，说实在的，现在就是社会在进步，然后呢现在呢就是生活越来越好了，每一个家庭基本上都有车啊，都有车，而且这个车呢真的是不贵，好。努力吧，加油干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再一次祝我老板就是顺顺利利啊，发财，出入平安，拜拜。